地震！我靠，我们拍到一半，地震来了，震度3呐、啊，在茨城县中最大震度3。要跑了吗？没有，没在晃哎。我们开吧。要跑还是开？欢迎收听，今天我们今天要来看 New Jeans 的新专辑。我们今天去买，他昨天就上架。我们今天去的时候才发售一天 ，Honey 跟 Haley 已经卖完了。而且我们在涩谷的时候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正方形。在店里面的时候也很多，一人一个。那你来让我们非常开心、啊，非常开心啊！我们现在来开喽。哇，你看，先把两个的膜都打开吧。我靠！我们拍到一半，地震来了，震度3呐、啊，在茨城县中最大震度3。要跑了吗？没有，没事。听到这声音好可怕哦！哦，还好只是三级，还在晃。地震中还震级。你要不为所动吗？继续开吗？还在晃哎。我们开吧。要跑还是开？我们先开 Daniel 的单峰。没有晃了，终于停了，吓死了！开专辑开到地震，我刚刚是吓到了，我很怕这个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呦呦呦！对啊，哇，你看是有印刷的纸箱，哎，小卡怎么飞出来了？被地震吓到了。你可以往前走吗？它里面有一个纸箱，一个好看的纸箱啊！一包贴纸，一个这个，哦，这个是明信片，嗯哼。这是 CD 吧？应该是 CD 本地。本地，噔噔，就这样子。CD 本地。这个是什么？亮面的海报。哇！我好大本，哇！哦，好重哦，你拿拿看，好重，手湿湿的，很重哎，好有分量的感觉，好有分量，哇！你手湿湿，我手湿湿的，好闹！你放在桌面上了，哇哦，好精彩啊！来看修卡，这个应该全部都是打你的，看会不会粘到。5张，舍不得开吗？就这样吧，舍不得开，它就长这样子，它是个艺术品，封印。你还养得起吗？封印成功。但这次烫这个头发有点成熟。接下来是全部染的。哇、wow ，是一个很大的 New Jeans。哎，这个要给大家看一下它打开的样子，里面是这样子的，酷哎哈。这个一样是贴纸，可以打开。没有。为什么？大兔子。然后有一个明信片，这个是 CD 本地，这个 CD 很可爱哦。本地，你看有兔子。嗯，好 sweet， 噗，然后这个的外面长这样，歌词吗？杂志，下面相片，相片本，哦，哇，好可爱啊，好好看啊，很美式风格，像贴纸的海报，超级巨大的这个。它有两面呢，所以要怎么给大家看？从这个页看吗？真的好巨大。嗯，它上面也有哎，就大家都没有看到两面的哎，怎么看？我们横着看吧。好，横着看吧。它你看还画着虚线，有人会剪下来吗？真的会剪下来？应该是不太可能吧？你会吗？你会剪吗？我不会剪啊，怎么可能会剪？谁要剪？
有的是一面黑色可以当海报贴的。有啦，如果有人买两本的话，应该就会了。有可能，可能会贴墙壁之类的人，可能会买两本。有可能。这个后面也好好看。他们专辑怎么越来越大一个？对啊，他这个做的很像那种老唱片的那个尺寸，像那个什么黑胶片。黑胶，对对，黑胶片的尺寸，应该就是黑胶片故意做这种感觉的大小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做这种风格的。你看，我把它复制回去，它应该长这样吧？嗯，要背。哦哦，忘记开小卡。你很夸张哦。哎，你看这个长这样，我看一下没粘到。我明记，你看它这次后面是长这样。Honey, you, Daniel, Haley, Hayden, 咚咚，好像披萨。你到了吧？披萨哥主厨，披萨哥主厨出的。披萨哥主厨，好像披萨哥。看着都饿。想吃披萨。这个是披萨的大小吧？真的蛮像的，很像披萨盒哎。然后披萨会这样子开呀，然后一堆披萨在里面。哇，这个好大本哦，我要怎么收？你的 New Jeans 区还养不起？要变成两格了吗？那你要收掉哪一些了吗？把上面那个娃娃。娃娃，那他们要去哪里？把我的电子收纳架。什么电子收纳架？就电子收纳架拍照。你说直接整架这样子拍了，然后问大家要哪一个？这就是今天的专辑，他们还有别的，还有小的那个小卡的，还有那个 Supernatural。对啊，我本来是想说小卡一起开的，反正那个要很久才会到，这是里面太短。哦，那就分开吧。可是那个小卡可以拍一集吗？大家觉得想要看小卡？还是小卡跟 Supernatural？ 小卡有六个，小卡有六个，不然你就开小卡顺便顾卡，这样就影片就不会太短， okay 啊、好吧？大家想要看新的小卡加顾卡吗？还有 Supernatural 的跟那个 House Wings 的，你要买吗？电子真的。Supernatural 是跟那个花花，嗯，花花联名的，嗯，那大家喜欢我们开箱这种 K-pop 的专辑的分享吗？如果喜欢这类型影片，欢迎大家帮我们按个赞，让我们知道你们喜欢这类型的内容哦。也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说你们喜欢哪一个 K-pop 专题哦。嗯，对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欢迎大家按下订阅，像那时候通知，按下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支影片更新。那我们是每天晚上7点都有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秀，就明天见。见喽，拜拜，口香糖 ，bubble gum 的 ，bubble gum，bubble， 我们在 Power Record， 好吃吗？太好吃了啦，好巧哦！啊，懂了啦 ！Oh no！ Oh no！ Oh no！